怎么那么想不通呢？不就是穿的少一点，在手机前面唱唱歌跳跳舞，男人们看嗨了，你这钱也还了呀？这死吧！喂，你好，是马旭东吗？说，我们接到报案，你的女儿失踪了。全在这里，捡捡。你还真有钱呀、啊，兄弟们，钱了。哟，什么年代了，谁还用现金啊？钱你们可以拿走，还真不少。人在哪里？什么人？滚蛋！我过几天找你是吧？放下我！逮了，李要找的人肯定是进了杀猪盘呐、啊。那帮人呢，专门在网上给姑娘下跳，骗人家一感情，然后再让他们用黑网贷借钱呐、啊，逮了。黑网贷？对，黑网贷。Peter， 这好事谁呀、啊？你这个人渣！就是靠这个在网上骗玛丽安的，他都是骗的。他在外面上大学，一个人，他特别孤单。快点！他在哪？没还上钱，被黑网贷公司的人带走了。站开！爷！公司在哪？商场五楼游戏厅，就在那拍了裸照，拿了钱。爸爸，就我创业成功之后，爸爸。干站着，不过来帮帮我。你干什么呢？我说你眼瞎吧，你不是牛逼吗？是。这一环，门票388。好家伙！可以看大秀，12点准时开播哦。一个穿一件，可以加主播的试吃，还可以空降哦。送礼物多少钱？我抽。喜欢玩牌的可以直接进去。空降在线发牌，完了，一个威武，我
几个啊，谢谢几个，感谢几个。鸡哥，鸡哥，鸡哥，在哪里啊？苗苗，哎，鸡哥，你咋进来了呀？啊，哇，你肌肉好结实啊，鸡哥。我打篮球的。你好坏。我有话要问你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杰哥，你是不是想双飞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的功夫可好了呢。你有没有见过他？他在哪里？我们当时都是被蒙着眼睛带过去的。不听话就是要挨打的呀，我不做这个，我们也还不上钱啊，几哥，我们都是被逼的，你放过我。今晚你留在这里，别的地方暂时都不要去。衣服哪里来的？啊！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我带你离开这里，走吧。走，坚持一下。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有没有见过他？你是玛丽安的爸爸。是。几天会把不听话的人卖到东南亚。丫头，
爸爸教你查字典找页数的游戏。好啊，那我学会了，鞋子你来猜。流这么多血，疼不疼啊？大英雄，车都开不好，你还怎么救人呢？你不是要救你女儿吗？来去丛林救你，救我！就是老大，他也是你的了。叫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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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，警察，二放下，别动，左边都跑。带走，走。警察，别动！啊，别开枪！我投降。赔率调高点，让赌客多赢。大哥，
我们王赌的资金都在这个账户里呢，你要这么搞我死定了。疼疼我跳。怎么回事啊老四？一分钟输掉2000万，感觉怎么样？马旭东，你他妈没死啊？看来你还没爽够啊。你他妈别动我钱！我女儿在哪里？想见你女儿是吧？来钢厂找我呀。爸爸救你啊！我杀了你！别杀我爸，求你放过他吧！闭嘴！马旭东，你他妈这个王八蛋！命可真大呀！啊，你他妈还不死啊！你这个人渣！我告诉你多少次了，不要动我钱！你他妈怎么就是不听啊？你向我来了！你他妈闭嘴！说多少遍了？
靠下来。丫头，我没事。那你小心点啊！小心点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爸没事。等一下，再给他们父女一点时间。对不起。爸爸再也不会离开你。丫头，生日快乐！爸，爸，我爱你啊！我爱你。对不起，我也爱你。近日，昂城警方与境外警方通力合作，歼灭跨国网络犯罪集团，缴获高达10.8亿的犯罪资金。至此，涉及非法网络贷款、黄色直播、网络赌博的新型黑色网络犯罪产业链被全部斩断。